三岁女童刘海晴琴窗不幸堕楼亡，佢嘅父母星期六下昼重返海晴堕楼之后倒卧嘅后巷路滞，佢哋携带纸扎衣服、海晴生前最中意嘅面包同埋饮品等祭品。海晴嘅父母神情哀伤，佢嘅妈妈更一度抬头望向海晴倒卧嘅禅棚，逗留咗半个钟头之后离开。记者到访海晴嘅住所嘅时候，只系得海晴嘅妹妹同埋平时负责照顾小姊妹嘅印容喺屋企。印容指海晴平时好乖，期间更想喊。另外，海晴堕楼压位嘅禅棚下昼一点几有工人到场维修。他们爬木梯上禅棚，以石屎填补被压位的位置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